年十二月最活泼热闹的空中英语教室圣诞晚会，七号在台南圣教会展开系列巡演，不仅有天韵合唱团带来的动人美声，透过外语老师与现场观众的游戏问答，让众人度过气氛轻松的夜晚。而耶稣降生音乐剧的演出也让更多人知道福音的意涵，灯光啊，然后节目主持人都还蛮带动大家的那种气氛，然后小孩子跟大人都很开心。我们是今天是第一次来，然后在音乐的安排上面，在和声啊，在不论是人员的安排还有互动方面，跟观众的互动方面，都让人家感觉非常的亲切。今年呢，我在预备的过程当中跟团队我们在讨论，我们就希望可以用一点点的音乐剧来到这边，想说怎么样更特别呢，我们就想到有一个棒中的团队，然后再来有一个打小鼓的，所以你们看节目的时候，你们说哦，这是我们比较新的尝试。神给我们那么好的礼物，我们心里会平安，我们会很快乐，会一起来唱圣诞节的歌，会得到很大的一个经历。我们可以说往前走，我们不要放弃。耶稣跟我们在一起的话，我们很勇敢的有很好的一个生命跟一个生活。镜头来到高雄文化中心，陆续进场的人们正准备观赏著名的韩德尔经典神剧《弥赛亚》的演出。这是由来自高雄各教会的圣乐师资所组成的嘉音室内乐团及联合诗班。《弥赛亚》从1742年首演至今，共200多年，感动许多人的生命。而这回主办单位特别用台语重新演绎。当有这个机会来演这个弥赛亚，对基督徒来讲，永远是一个，我应该讲荣幸、荣幸。新剧弥赛亚的演出，对基督教的信仰来讲，就是用真新鲜、真美好的音乐来回应上帝对咱世间人的听。咱有一部分要用台语来演，因为用母语来唱，会当让音乐更加侵入人的心。才经历政治选举洗礼的南台湾，随着进入十二月，各地陆续扬起圣诞歌声，让人们的面孔与心情似乎也变得不同了。